连带一年的六对三百元发通，今年行业都会轻松有个发通。在屏东县后队内埔乡六对经验公园办的六对三百经验台飞，总统蔡英文亲身去参加，同安初台飞从的三省市民先颁发资金，还有双方便本六对台总理的后腿，感恩记得为六对做出的贡献。由六队各乡镇区长带领三百四十位乡民，替六队经验公演中书的祈求六队再传三百年。六队再传三百年，天坛房拜。六队三百年经验发通是蔡英文总统在1808年伊的承诺，在六队三百周年的时节，我以国家级的规格办理庆祝发通，感谢客家先民保家卫土的精神。希望三百年来，团结守护乡土，守护台湾价值的六队人，希望来年做的继续团结，航向下一个三百年。我们请总统授右队旗。总统同六队旗分配数本各队的代表，由乡镇旗长含有后上代表接旗，象征传承的意义。希望同六队中意的精神继续发扬三百年。客家新闻潘胜峰频道报道。